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9月29日，百年难遇的长久日，我要把久久的祝福第一个送给你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份祝福保鲜久久，快收下。一首歌我唱了很久，祝你平安。一句话我说了很久，祝你快乐。一个愿望盼了很久，祝你幸福。长久日里话长久，长久的好运跟你走，长久的快乐牵你手，长久的平安到白头，长久的情谊共相守，长久的祝福送给幸福长久的你，再送你99999朵滴水玫瑰。作为朋友，请一定收下。9月29日，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一定要你幸福长长久久。这么特殊的日子，这么漂亮的玫瑰花，送给你的朋友，让大家一起幸福长久，平安长久，健康长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